你接电话。喂，梦雅，出去的。既然找你，你就去啊！你这么大个人了，这点事儿还需要跟我报告吗？可是他会这么晚找我，一定有急事啊，奶奶。可能慢慢坐公车去，跟他出门身上没钱。哦，以前你们俩出去不都是你花钱吗？你现在花花他的钱有什么关系啊？而且啊，这个两个人一块坐坐公交车，哎，也挺浪漫的。黄楠，你说到哪里去了吗？这，哎呦，跟他口声叫我哥哥，这样都没面子啊！你先把里子顾好吧，讲究一点实际。他要真把你当哥哥呀，他不会计较这些的。话不能这样说。宇浩，我已经不是你以前熟悉的那个奶奶了。你最好开始习惯一下。哎呦，搭公交车啊是比较花时间的，该走喽。笑什么啊？看你从公车上下来，我还真的有点不习惯。我这么担心你，还在给我笑。你担心我？